三维，这哎哎，三维三维，你是用手量的部分是是，尖哦，然后可以稍微这样子照，你知道你会还会那种啊，哇。欢迎收看大家最期待的立冬的撩妹日常。最近呢，全民禽兽呢是真的是改成不是感情的禽，野兽的兽，是勤奋的勤，然后变瘦的瘦，疯狂变瘦，甚至有人看到了已经不太认识我了。所以，好不好？我自己做了名牌。那今天就会欢迎两位，也是我蛮期待的两位女来宾，一起来欢迎他们。哎呦！目前你们两个，算是我们这个立冬撩妹日常颜值最高的，最好是啊，真的是撩妹日常。现在是我们每我每一集都会这样讲。子子也很久没看到，主要是有新作有新的作品要跟大家讲一下啦。没错，就是我业配的部分来啦。不是业配，是宣传，不是业配啦。业配我自己，就是我自己、okay. 自己出资做了自己的新的单曲，然后是一首唱跳的单曲，叫 Russian Roulette。这首歌的歌词大概算是我觉得我一路走来，然后可能遇到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，过程当中就是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的感觉。Russian Roulette 就是它的中文就是俄罗斯轮盘，然后就是看谁先放弃。俄罗斯轮盘的中文本来就叫俄罗斯轮盘。我怕有人不知道吧。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舞有什么厉害的地方，还是你最近的舞技有没有，知道让大家知道一下，就会想要有兴趣去看你这支演出。哦，那既然你跳得这么用力，那这个疫情期间呢，你们的三围有改变吗？我的问话是不是很突然？三围，这哎哎，三围三围，你是用手量的部分是不是？你有改变吧？那你的上围有变化吗？上围哦，还好，其实我没有变化，因为我一天吃不太多。上围是75，哦，那跟你报的差不多啊。75、54跟83，看看。你看我看了，我手很安分哦，我都是。我已经贴到镜头了。我都是这样看。80。80是多少？80转过来就是32。哦，标准啊！有杨哲，你后面那是什么？你可以稍微瞧一下吗？这是我之前画的。哦。喜欢钢蛋。哎、欸，这很帅哎、欸。就是有点那种新。新艺术的风格，然后厉害了吧？哇，哇很久没画，就一直都没有，就是公开说，就是自己喜欢画画这个这样。好，那下一次画一幅我的好不好？好，你跟钢蛋的结合，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床？看我的床，可是我没有整理耶，我觉得我的床就是要这种没有整理的啊，哦，完全。哇，完全没整理的。日常就是在收集各个男友视角。这算男友视角吗？算吧。你看我如果手这样，我们要知道 coser 私底下的 sense 是怎么样。哦。因为 coser 他到底大部分都是工作服，会不会你到家里就其实脱掉那些工作服，你就是真的没有衣服可以穿？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厉害的衣服？你觉得哦，砰！哦！它是我还这个是透明的、啊。对，它是透明的。可是你上面是看不到，它只有大概腰这边才看得到，所以就是镂空的。再怎么看不到，我们你穿这套，我们会想办法看到。还有这个体育服。对，它是开腰叉的，这样。
是不是，你好厉害哦！我们可以看一下侧面吗？那个侧面的话，它是啊，它因为我绑的比较紧，它侧面是这样子的。里面有水星，哇！不要遮眼睛，你在想象吗？我在脑补了，我在脑补。我的衣橱就是有超大，就是这一层都是衣橱，然后。这里还有一个衣橱，所以我有三个衣橱。然后我跟你讲，在这边上面这一栏有一个超大一盒的，上面全部都是衣服，大概有40-50套。让我看看，不要。不过蛮多很辣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一个中间开很空的一个比基尼。艺人，这个艺人心胸要开阔一点。对，像这种就是中线款，中线款。然后还有这种拉链的，就这样，这个好看，直接就哇，直接拉开的，这拉到快肚脐了。其他就是一些平常的泳装，哎，这个你看过，你知道吗？那你，什么意思？你不要在那边公开我们。我怎么看过？综艺《三国志》的时候。哦，对啊，我们是录影啦。那因为你的这个新单曲是俄罗斯轮盘嘛？对。所以我们就玩。俄罗斯轮盘的游戏怎么这么棒？第一题，请开始。酒力，有酒力是什么？那模仿吗？酒，明星流氓的。只一分。哎、欸欸欸，我这种看全身的，你怎么都没有？什么？我脚底碰到大腿，脚底碰到大腿，什么意思？直指第一个成功。哎、欸，我好强哦！什么意思啦？不是你，就脚底然后碰到大腿、啊，脚底这个吗？这样碰上来，都叫什么肢体障碍？第三题，快点上一，快点，快点，立冬得分哦！我用漏点，漏点也超紧的，怎么脱？哎、欸，你好歹让我得一分吧。刚刚那个好像，哎、欸，你老婆回来了。什么东西？下一题，你是搞这么累？这是长条状的，这是长条状的，这东西会脱。哎，你快回来，我快流血。杨哲是去叫外送，是不是？现场最后重头戏都是请你们去换一套厉害的。杨哲，欢迎。为什么？ Yeah! 为什么要走开？哎，对，你把它摆旁边啊，然后你可以看到，哇！对。哎、欸，这后面好看呢、欸，近一点，近一点。但是我没有，我的街面又打得很好看。没事没事，哦，这个感觉把你的优势展现得很好。那它中间你就是穿那种蕾丝的很薄的那种内搭，是不是？就是如果因为我在家睡觉，我里面可能就直接就是比较就是都不会穿，比较舒服。好，啊、我觉得就是算有小性感，因为还是有一点透明。然后若隐若现，然后加上还蛮有气质。谢谢，有成功吧？建议你以后的衣柜全部都是这种路线。那我们来欢迎子子。晶晶。哦。哦。可吗？可以再站起来吗？然后稍微转个一圈，我们看一下。然后可以稍微这样子，你知道你会那种。阿曲 ，OK，
那有办法这样子跳你的俄罗斯罗盘吗？哇！谢谢你们两位来到那个地洞聊天室，也祝福这个子子的单曲大卖，点击率冲上来。谢谢。杨哲的 cosplay 呢，疫情过后可以好不好接到更多案子？可以找我做衣服，可以找我做。好，找他做衣服 ，OK 哦。Yeah. 好，谢谢。拜拜，拜拜。